们那个前辈很厉害，就是他只要一开口唱他的歌，大家就会知道他是谁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哎 ，Hello， 这么猛 ，Hello， 有哪位前辈你歌唱完了，我们还不知道他是？白痴啊！那你白当前辈了吧？对呀，那你一定要相信最红的歌。后面什么？前辈要出来了。那什么？前辈受不了，前辈受不了了。姐姐合唱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哎，因为以前就很不是以前，就是从以前很欣赏，讲以前还 OK， 讲以前不要讲小时候，对，你讲出来。我那个心里，刚刚心里面的温暖，你们在这样一起合唱啊，油然而起。你那个歌真的是很有感觉，很感染力。对，还有那一首那个等下一个天亮，等下一个下一个天亮，没有等，对，没有等，不等。因为那个等哦啊，印象太深了。对，等给他们一些鼓励。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哎，就是虽然才见面几次而已，大概两次吧。对，之前有录影有见过，但是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自己分配各自好的人设，然后都刚刚好，有的是很做自己的，各种担当，很可爱的，然后有我喜欢吃饭、喜欢睡觉的，我会弹吉他，然后就是他感觉就是很主要是跟大家就是你知道 talking 的主要，然后这是他就是冷面担当、酷冷担当，对，很酷冷，因为他们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表现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团体这样很棒。